5:50，趙紫陽突然在天安門廣場出現，含淚向學生道歉，勸學生撤退，並承諾政府是不會秋後算帳的。趙紫陽說：同學們，我們來得太慢了，對不起同學們了，你們說我們，批評我們，都是應該的。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，你們還年輕，來日方長，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，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。你們不像我們，我們已經老了，無所謂了。講完這番說話，趙紫陽向在場的同學鞠躬，同學們熱烈鼓掌，並紛紛索取簽名。這一次亦都是趙紫陽下台之前最後一次的公開講話。